你技术好来夺走我的清白，毁掉我的人生，毁掉我对未来的希望。你让我变作是一个不完全的查某人，让我无迄个面去面对小雨，甚至讨厌我家己。你哪会当安尼做啊？你哪会安尼对待我？你妈老爹，我不会难过。所以你今麦承认，我真正是你的记忆哦。那安尼，你对我所有的好，拢只是为着要怪我相信你？你做出遐尼丧尽天良的代志了，你竟然可以当替小雨甲我未来幸福，当作是一支红菜头挂伫我的面头前，我还为着要达成目标，戆戆啊去替你完成你的任务，你来真恐怖啊！就算我人死啊了后变作是鬼，至少。你可以知影，我要保庇家己的亲人，不过你却安尼对待我，你真正比鬼更还不如。我先跟你谈死，然后我再去警察局自首。你是卖忘记，还是要搁加深？你的生活我破坏你，不过你现在要跟我讨命，我不会说，可你不能一定怀疑跟你说的，以后我的辛苦比我会要真欢喜，我你这做不行，我无一句话，这个，这拢是真心话，这拢是真实的。哥弟，我先替你处理工作，好不？继续吧。我早有心理准备，有可能有一天，我会面对才真相的你，有可能，我性命来赢，你是我想要的，这个状况，一定我会有胆敢用真情的来，同桌。我都不应该其实让你去牺牲你，有够乱的，我让你母亲有够乱的，是安怎你讲甲你做的完全是两回事，我够乱的，我因为你的耽搁，我先我家己的忧伤。我讲，我要生存，你甲小雨
这绝对不是假。你若是愿意去相信我，一天一定会实现的。我不相信，我已经无法度去相信你啊！我嘛不知我该当相信什么人。姐，姐，不管你是要愿意相信我，不管你要我，都是我单中心，看着心脉，只要你心脉一直在我家。所以我求你会用的无？莫再跟我讲这无讲心肝的话啊！其实你对我一点仔感情拢无对无？不是，不是安尼，这，不是安尼，哎，这不是安尼。莫再讲啊！莫再讲啊！我真正不知道我今仔该当信任什么人。干爹，你一直拢是我上尊敬、上钦佩，你是我的天，你是我的信仰。又搁一摆我的天放弃啊！我真正唔知影，我过去所有的努力甲牺牲是为着啥物？啊，搁有啥来？我要对倒去啊！我一只，我一只连一只雷啊拢不如啊！姐，姐，叫我嫁做歹人，但只有一个人的时阵，叫我打不了。江山，我爸给不了靖玉，就是这样子。我嘛是不得已的啊，这件代志我到今晚都感觉做后悔。你哪当来走？就算是我爸的命令，你嘛不能答应啊！千羽，你若想讲一点良心，你就要想办法顾全。啊，老婆，你哪听我参详啊？你明明有一个选择，你哪偏偏进入悲剧，现在偏偏来走？千羽，千羽嘛算是你的情人呢，你竟然做这种代志！你给我开枪！你妈！你什么时候下死？告诉我这条命，会当你我对正义的伤害。哪来你都要下死啊！我拜托你都要下死啊！真正做好事的是我爸，我知影，有了完成伊剥削计划，伊不敌程度，阿婆真正想袂到，伊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，连一个查某囡仔清白，伊都当牺牲，伊就是要利用这个，过来做一个激励。所以靖宇，靖宇这几年来，一直把这秘密藏心内，自己承受这深的痛苦。我是上亲的情人，我竟然无发现，
这嘛是你彩虹大汉的，你敢真正对一条感情拢无？你真正该动手，你报仇的功夫，是会当凊彩放生给你。爸，你真将我逼逼的，你真将我逼逼的。金玉。总算找到你啊！姐，你别动！姐，你别动你啊！他你把我放开！我他妈的三位你们干爹，我你快放开！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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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完走！你走啊！你走啊！我不想要你看你这卖我，我不带小妹，我不是想想要钱，我拜托你走，你走，走啊！你别听我讲嘛！我只要什么拢听，无人看无啊！我甚至无想要转开，无想要跟我活落去啊！我人生干了出家个见笑，还够全无希望，其他拢无任何感受啊！爹，我来接，我来接，你别惊，你别惊。各位保护你，各位娘保护你，不然你，不然敢欺负你啊！我来接啊！也唔够胆你欺负我，你把我骗到你东西，我所向你相信你，你家的真正找无比我更加光辉光荣啊！各位拢知啊，各位拢知啊。所以对我来讲，你永远是我最疼惜的小妹。卡叔讲，我哪会当较早清醒的？那安尼就袂冤枉今日干爹所报的机构当中，变作是伊的记忆，伊嘛无机会会去叫陈影。要夺走我的清白，把我变作是伊理想当中的家里人啊！伊上下久有讲你是伊的囡仔，不过无啦，会来对待家己查某囝，伊根本就无人性。既然干爹安尼对待我，那安尼我阁继续留伫罗岗嘛无意义啊！我应该赶紧去对罗家峰坦白，讲我无爱。时阵，卖让一条无辜的性命来甲这个世间上吃苦。金玉，当初哥无好好保护你，阿母你放心，所有人巴结你，我一定替你讨回来。你失去的一切，我拢会全部还你。你要找干爹讨？金玉。我老实跟你讲，我要准备对付爸，我要大义灭亲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要把干爹安好都好？其实我发现，阮爸为了报仇，伊失去你弟，佮丧心病狂的停顿时阵，我就有这个想法啦。只要加上我知影，你上亲近的你，我拢掠去利用，正常袂做出这种代志，已经走火入魔啊！金玉，我若无想把周志义，这场报仇的计划说下来，一定有我一个人牺牲的。